四十八。哇，扣球得分，进球都加五分，胜利，打败。丁俊聪，你这哪是小学生啊，这就是魔童转世，这就是。我不管，帮我做作业，要不然我就把这件事告诉妈妈。妈妈，现在几点了？完了，我妈快回来了，怎么办？啊，我帮你写，快收拾一下，快快快！哦，人呢？叔叔阿姨好。哎，你们这是？我们是学习小组。周四月在教丁俊聪写作业呢。是的，阿姨。真好，真好，真好。来，作业给我看看。不错呀，其实都对了。嗯，这道题怎么做的？四月哥哥刚刚不是教过你了吗？是的。忘了。嗯。我就知道讲完就忘。你说这么多哥哥姐姐辅导你，你还不抓紧机会好好跟人家学一学？一会儿把这道题抄到错题本上，再做一遍。大家都在，那阿姨给你们做饭去啊，等着。哎，好，不用不用，阿姨，我们让座位。啊，再见，叔叔。哎，你们再见。阿姨，拜拜。我妈打了个电话给我。啊啊！哎，怎么样？这一周要小心，提防小人口舌。谁是小人？谁是小人？丁蟹，你来找我一下。你又犯事儿了？没有啊，这个这么准的吗？没事吧？不说明了。我见鬼了！哇，萱萱你也太厉害了吧！你不愧是我的小画家，你看，今天得了第一名。哇，我可以啊，小怪兽。哎，有我林萱，还我！喂，你一个个跟疯子一样，哎呦，稳重一点行不行？没事吧？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再来个卤蛋吧。来来来来来，今天小怪兽请客，我得点一点平时没点过的，还点贵的。你怎么谁的便宜你都占啊？哎呀，今天本来就是要好好谢谢你们的，没有你们我都没有办法去比赛。宋哥说的对啊，那我也要多点一点才行。点点点，你都点这么多了，你还点啊？不行啊。行，点点点。点这么多吃的完吗？一个个跟饿虎扑食似的，能吃不完吗？你小子跟饿死鬼投胎一样，这两天在我家都把我家吃穷了。又跟你爸吵架了？这次又是因为什么？这次情况不一样，有一点严重。
所以我就想过一下。他就是想当兵，然后他爸死活不让。就你有嘴。反正早晚要说的嘛。我去点点东西。哎，这大哥，菜单在这儿呢。哎，你在。你别劝我了，我都想好了。谁说要劝你了？你八岁那年就跟我说过要当兵啊，你忘了吗？我当时还跟你说，如果你去当兵，我就去做国防科研，这样四舍五入，就算我们俩一起保家卫国了。忘了呢，谁反悔谁是小狗啊？那可要说到做到啊！说到做到。放心吧，我们都在呢。这好像也没什么吃的啊，要不回去吧？嗯，谁还没个理想？我的理想是当一名飞行员。你要去当飞行员，我就去当空姐。我要比你早毕业，我比你先飞。是，笨鸟才先飞呢。你说谁是笨鸟呢？我。那谢谢你呢？你知道想干嘛呀？那你们点完了吗？点完了，我叫老板啦。老板。哎，来了。我要对，谢谢。嗯，好嘞。刚刚点那个西多士了吗？点了。点了。是啊，我的理想到底是什么呢？